大家好，我是欧妹。忙忙碌碌啊，又到饭点了，连续几天的大降温呐、今天下午终于出太阳来了，暖和多了。家里还剩了几个粉丝，等会儿就来煮粉丝吃。起锅烧油，油热放入大蒜、花椒、倒辣椒，稍微炒一下，来点豆瓣酱，翻炒几下，加入山泉水，再来调个味，加入生抽、盐、鸡精，大火烧开。汤已经做好了，现在来把粉煮一下。煮好的粉捞进汤碗里面来，再来点花生米、油辣子，香闷闷的粉就做好了，先来搅拌一下。开吃喽！哦，太好吃了！今天放的是葱。葱也非常好吃，今天下午出太阳，还有点热，温度一下就上来今天下午风挺大的，等会儿看看去捡一些板栗。今天煮这个粉丝，真的是非常好吃。